苦山村受罚，无面出勇，莫非中报他？我们起来，快讲快讲！还要无人受走。西夏龙威慈性病，反我边境，是我陷入犯瘾，被遮兵围困，中炮兄长。为了救我，他怎么样了？他中了亡魂穿心一箭，伤重身了。哎。
人，我认真的入我心，你身上你敢不去，是不叫太君以后速去更换衣襟，稍使太君要问，就说魏忠宝亲手而来，就要少英。是。桂英。文官，今日是你父五十生辰，你不跟随母亲在此准备，跑到哪里去了？你看你满头是汗呐！哦，太子母，我方才同七子母在教场比武回腿，把他踢了个跟头。你胡说啊！怎么，你还不服？那你敢过来？来来。来就来。
酒席宴前，你可千万不能忘记了。一个人可又忘了什么啊？陪着九妖少爷。这知道了。参见太监，见众家伯母婶婶。先把免礼了。嗨，说了说了，快坐下来喝酒吧。是。你二人不在三款回来则甚？太君，他二人乃是为中宝亲手而来。是，只因中宝兄长军务繁忙，不能回转，特命我二人回府请寿。王官。快日贴子母亲就是这贴子母快快不睡当神不老好文官，你叫我两家叔父与你母内幻想酒同手便停任先敬他和任有备是嘿我说个人哥恩正现在龙骨一路落泪你就这次一杯好这次一杯什么这次一杯在七十面前不是装相啊七生这是世事不敢饮了啊管不让他们痛痛快快地喝酒哎太君早就吩咐过了今天不论哪个不醉不许退席哎陆嫂你说对吗对呀对呀哎是不是嫌杯子太小丫鬟文官还不与众家主莫敬酒啊是哦对了我们怎么把贵人都忘记了对呀文官先给孙姓奶奶敬酒啊快吃快吃啊还要给母亲敬酒文官快与众家主莫敬酒吧是哎文官你先别忙啊你敬过母亲怎么与父帅敬酒啊父帅不在府里又如何敬呢哎还是请四姓奶奶的应嘛、母亲这杯酒是黑儿为父帅敬的请娘待饮阎王
天过于劳累，又是醉了文官，在快送你母亲到下面休息去吧。是。可是真的醉了，怕是真的醉了。不曾有什么心事吗？不会，不会。那你呢？我是啊，是在饮酒之中见你言语之无，神情不定。侄儿一路辛苦，酒气多了会醉呀。是啊，我正要来问你，听鬼和定国这两个娃娃平日素好饮酒，怎么今天推三阻四，你也在从中？看你今日情形，莫非已死？啊，太住！啊？什么？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娃。啊，什么没有什么啊？这还不有快讲？听贵，像是今天酒气多了，后说是什么？定告，快送他到下面休息去吧。是。你们，焦蒙二将，我来问你，你二人不在三关，究竟回来之事？这。太君，他二人实在是为中华亲手而来。哎，为娘不曾问你呀。平贵，你讲，你二人究竟回来之事？真是为中袍兄长亲手而来呀。我再问你，中袍他在三关之上一起苦好。元帅身体康健，望太君放心。哎，是是是是是是是。平贵，你讲，中宝他在三关之上一起苦好。元帅身体康健，太君放心啊。你二人此番回京，可是中宝亲自裁遣？真是中宝元帅亲自裁遣呐、必有家属带来。这堂没有啊，只有家属你二人临行之前，他又怎样嘱咐于你？这讲他怎么样？他讲他在临终之时啊，太君恕罪。Thank you.
来起来，无名不了。郡主，今日身体不好，你就回房歇息去吧。西婆母，启马，文官年幼，你不要与他多讲。儿媳遵命。儿媳们在，酒宴未散，还得要同饮一杯。八戒过来，在。为娘唤大刀来，母亲身体保重，须陪朕茶。是。臣慢，英啊，英啊，啊！将三官军情报于圣上知道，圣儿还未曾上殿。哎呀，这就不对了，三官盼望救兵，可不用还。哦，焦蒙儿将到，八级九米怀父为娘同上金殿，请奏圣上发兵。是。
太君，啊，母亲，更是那昏王不见，你我何把亲子论为？嗯，宫门禁闭不可操之。万岁！啊，二哥，你看公公他不是回来了？怎么样呀？这个什么这个那个，快讲！哦，老太君，实在我认错了恩赐，万岁他。他怎么样？算了算了，叫我二将命令二人速到南清宫阎罗宫保佑两位王爷之道。是。八戒九妹随为娘回府。等呐，韩罗王，你可是为杨家之事而来？真是真是的。好，我与你去见万岁。走。启奏万岁，大事不好。何事见何王？西夏这边围攻30,000生金，杨元帅为国甚慌，叫我二将回京求救。这部下真神不知道的呢。哎呀，万岁，实在老太君请来报信，奴才连走了恩赐万岁的呀。都马上奴家天后从我上奏不清楚，心虚而把孤王把死无相关三十斤头就两个当路。皇所欲的三官如此委屈，这便如何是好呢？万岁，就应速速发兵相救才是。我朝何人堪当是重任？除了杨家，并无他人可取。这是万岁，实在怠慢太君，恐怕杨家不肯发兵的了。普天之下，莫非妄图？率土之兵，莫非妄臣？内侍在，速召太君上殿接旨。且慢，皇所因何阻拦？万岁，你哪里知道啊？威武皇子不惧发兵过，此刻转飞进了元清。皇上对杨家独立难辨，难道他
云经刺杀过东军五国，怎能够用心杀本来用作骗。哦，皇叔，你与杨家祖辈相交，还是你老去到太君的面前卖卖老面子吧。万岁，还是你自己去的好啊。怎么，难道小姑与他赔礼不成？万岁，想那杨家你带包说东征西杀南征北讨，如今他家死的死亡的亡，万岁你理应去祭奠功臣，怎能说赔礼二字？早啊，这才像话啊。自古道君不欺臣，长不反右，难道这纲常二字？什么纲常？死到今天你还讲的什么纲常不纲常？难道祭奠功臣也算是违反纲常吗？难道他杨家就是该死的吗？朝廷对功臣如此冷落，不要说是他杨家心寒，就是我也担战，我看我还是去后宫禀命太后回我陈州乡下卖菜去了。他女的孤王允许杨家祭奠功臣也就是了，这真是敬酒不切要切罚酒。启禀夫人，万岁爷请您祭奠。余弟在待故上相。是。杨元帅呀，因为如今三关军情紧急，这兵正在围攻，你看如何是好啊？先君，我乃是妇道人家，怎能妄言国家大事？再说小妹从来不懂军情将略。云妹，你虽不懂，杨家也没有懂得的吗？兄长，眼前我杨家死无人了，我儿中报他的
臣只怕你的大仇难报了。安禄王，你说杨家无人，还有我文王呢？文王，祖母，像我杨家世代英明，威震四海。区区西夏何足挂齿，母亲冷人性病出马，孩儿也愿随军前往，亲手杀敌。文官大胆，沈家这次怎能用你这等方式？郡主，向那文官要亲手杀敌，此乃朕理，故不见怪。请问愚昧，不知外孙今年几岁了？一十五岁。口称秀武，杨家永留后，岂无细文章？叫我好恨呐、啊！莫非恨我么？非也非也，想你杨家世代将才，如今领到文王一代，却岂无细文？岂不从此断送杨家英名，复仇难报矣？将圣旨交与文光，怎么是得的吗？是得的呀。如此，故下我就万岁。上方贵贱乃国家大事，焉能听凭这小小孩童？是啊，圣天后，如此说来，你定有良谋。要请万岁主主。是啊，请万岁宣罢朕才。圣天后，我看眼前倒有一人。可惜他也啊，可惜他三年来雄心尽丧，可惜他把死的英明扔到一旁，可惜他点赞赞点神灵古天，可惜他将复仇赴于王家。如果那王万赞问他怎样，定说他龙儿无用出谋篡王。老先王奉劝先王休计较，他虽多功不自念，精力强，他只是三年年雄心尽丧。
家尊臣指点而来，可不是为了要我杨家发兵。兄长，可不是为了要我杨家发兵。这黄叔黄兄，你们不要吞吞吐吐的了。好，郡主，我老老实实的对你说吧，我们就是请你杨家发兵而来。万岁。你还得以国事为重，勉为其难。我看此事重大，还是禀命太君做主吧。不知太君现在何处？太君闻得众宝凶险，身体不爽，现在后庭养性。归营里。玉妹，既然太君身体不爽，烦请玉妹带路。得本许他望于他。早啊，老太君三思老臣，皇帝年已不岁，身体不爽，孤家当得，要去探看于他。圣上，自古道君不百战，万岁顿顿去不得。去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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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啊，去得的。
接驾来此，望万岁恕罪。老太君，请坐。谢坐。老太君，你那曾孙文广胆量过人，气概超群，真是大将之才，这是皇家之幸也。乃杨门之福，老太君教导之过，亏下老臣了。三关未解，还望老太君早早安排。顾家早就知道你杨家一门忠心耿耿。万岁呀！万岁，你对杨家古语夸奖，大家我苦拉婆不敢承担，向朝廷做定大事，有忠臣，汴梁城金军心凉，想必是你对反客早有准备，绝不会遇见面受家荒难。心有余力量不强，今日在沙场上我一家四兄，怕这怕为欢声国家兄，怎么你们都不讲话了？老太君，
老太君，我对你说几句良心话吧，他要像你刚才说的那样，也不会来找你了。你怎么讲啊？老太君，你不要看他叫我什么皇兄玉帝的，我可不姓赵，我姓范，我叫范仲华，是陈镇乡下一个卖菜的。他姓赵的，对不起，你姓杨的，我知道，乡下人也知道，天下不幸全都知道吧。这过去之事，你还其他责任？老太君，你刚才说的对呀、啊，怕只怕外患甚，国家败，不幸遭殃。这地狱翻榜大事，几十年来天下不幸，哪一个不指望李杨家，相信李杨家？哦，老太君，你不要管姓赵的怎么样，还看在天下不幸的份上，就此发兵吧。No， 我就要。你要怎么样了？跪下了。李杨龙王，你何必如此？太君，你答应了吗？老臣早已决定发兵了。好，姓赵的。啊，皇叔皇兄，他杨家答应发兵了。啊，如此说来，太君接旨，这甚至。原来万岁早已就准备好的呀，老臣领旨。向我杨家壮粮，哥哥丧米，难道我们寡妇就不能点指天下众人？君主，他宋王虽有不是，但为一国为家，死有轻重。婆婆，此番真心。有儿心与众家父母深深情趣，两无妨碍。郡主，你可放心？儿媳遵命，如此就好。兄弟，便不知何人挂帅？为娘亲自挂帅。太君年迈，还是我担前去。还是我担前去，我担前去，要去我们一同前去。我说你为古杀王，你们不要争了，还要抢。
必因孙氏挂帅为公必扣替夫报仇。请爱卿速相随应，父女不疑。儿且们，此番真是事关国家存亡，老臣不去亦能放心得下。为娘一句，儿臣不用多言。既言如此，我等遵命就是。这是王广年幼，可留在府中。不，太子母，我要去吗？王广，刀枪无恙，非同儿戏。太子母，母亲，你们倒是帮帮我。你们如果不带我前去，我就要哭死在总帅的灵位。知下了。文官，太子母，冤家呀。军中他一心要养死刘干，归隐他在一旁燕子残影，王广他三年幼未经进战，爹不爹倒叫我年日挑剔。太子母，非是孙儿夸口，如带我前去，定把仇人挑下马。当真有了。小孙儿，明日教场点评，你与你母亲比武。儿郎认得过你母，定得而去。如儿无意不敬，少不得太娘，就不带你了。文官，你怎么样了？孙儿遵令就是。参见元帅。免死。啊，亲娘，快与他二人擂鼓助阵。
了这催他二人最后一战，决定胜负。是。母亲，难道你真的不叫黑儿为父帅报仇不成？你死得好苦。
有一员胡将，一员胡将，一员胡将，少年英雄，少年英雄，这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一代神功，一代一代神功，好一个一代神古一代啊！乌央家又传了英雄一面，真不叫莫随地来爹姓王，爹不爹文官儿同志兵将，一切事情挑军头威扬，文官叫孟儿将听礼。人看守大都去保护本帅呀、孙儿遵命。众山军在，今日发兵非逼群长，一同对铁明师，祝告天地神灵，杨家立足立足。
何人挂帅？现在军亲自挂帅。你，哈哈哈哈哈！帅为何发笑？就是心，老有孤寡，岂不不来送死？杨家如今虽然非孤即寡，但久经疆场，自告略光，还不可轻敌。得，何不趁机一路劳顿，明日就有副帅领兵攻关，两军阵前，如此杨家兵力雄厚，副帅可加以战败。好把那老七婆引进葫芦口来。军音如何奉告，正好一时为何还是言兵不动？七什么立刻知道，前日王魂败走葫芦客，分明用的是有兵之计。难道纵报怨仇就罢了不成？虽说罢了，那你我进来也是领纵报卷去之处。七什么你讲什么话？是谁听九庭贵言讲纵报他？他就被西施在这葫芦口山岗之上。
先生，死要想死马中粮，还我天。
此境界，岂可任其残生？啊，杨辉，在。速传八戒来见。是。郡主，立刻传令四营坚守，不许妄动。是。文官，你们也来助阵呐、啊！报！启禀太君，三夫人、五夫人已经颁下阵令了。再看。是。桂英，给你走了。请太君发令。哎，我是说给你走起呀、啊。你凭那五角云子比我亮呀？桂英，你怎么像恩平恩干呢？杨辉，你看能平不能平啊？嗯，平不得，平不得啊。Thank you.
兵法怎能前去？是啊，还是跟随太娘下点棋法吧。全力拖住王文。是。群主，你看这棋呀，杀就一成。曾接到魔鬼音，这都没有，不好。